由于您值机迟到，您所乘坐的经济舱旅客已满。不是那个，我可以站着，我平衡感特别好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您被升到商务舱了，是免费的吗？是的。喂。Hello 啊，等等嘛，睁大你五点三的眯眯眼啊，一直向前看。你知道迟到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吗？那就是我被免费升舱了。林源，你不知道吗？恐怖分子都爱坐商务舱，没准就在旁边呢。哼，恐怖袭击的德国196刺客机，现目标已确定 ISIS 中东精锐恐怖分子成员阿布科尔贝巴格达吉。请您稍事休息，待你等到安全后，我们才会起飞。动作太夸张了，你这样呢？你好，先生，请跟我走一趟，先生。
我姐，快点，我哭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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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什么情况？这位先生写的是数学公式，他有严重的飞行障碍，所以用毛毯包住自己才能有安全感。肖先生，对不起，十分抱歉，您没受伤吧？哎，那个，他不知道是我举报的。他知道，因为他听得懂，他是中国人。我生命中最后的伤害了，阿格达迪，呀呀呀！